礼拜五的立院大会呢，蓝白才联手把中央政府的总预算退回到程序委员会。但今天呢，蓝白立委再次联手，连程序委员会都进不去啊，因为今天就有立委提议了42到53项呢暂时停止讨论，其中呢中央政府预算就是第53项。那么总共今天有17位的立委出席，赞成的是9个人，反对的是1个人，其中1人弃权，那就是蓝委罗廷伟啊。那大家对他的态度也是蛮好奇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呢，就是连程序委员会都进不去，等于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讨论这个预算。所以呢，今天担任主席的是民进党的沈发慧啊，他就告诉大家。在程序委员会封杀总预算案，连送进院会的机会都没有，这是史无前例，中华民国史上立法院史上的第一次。哦，他的意思就是认为，好，就算你蓝白不喜欢这个预算案，但是你总是要送进大会让大家讨论嘛。现在连程序委员会都没有办法能够排进来的话，等于大家都没有机会可能会讨论呐。所以于是双方啊，就开始各有各的立场，都互相说是对方的不是。我们首先来看看是民众党的立委啊，林国成怎么讲？他说呢，大会决议退回程序委员会，不是说法治吗？好啊，那就来表决嘛。那民进党呢，退回之后呢，也没有进行协商解释，你们就在那边演戏，推卸责任给在野党。意思就是说，好，即便在上个礼拜被退回之后，那你民进党是不是应该赶快用积极的态度来去跟在野来去协商，或是你的预算重新编列，但你们都没有嘛，持续的就是不动，所以好啊，那你们不动情况之下，那我们就退回嘛。好，那国民党部分怎么看呢？我们现在看到是王宏威怎么讲。哦，你们现在民进党就骂嘛，哦，是蓝白联手退回，这是太可恶了。你看下刚刚的左上这边哦，民进党团啊痛批这叫做恶意的杯葛，那这是蓝白第一次使用吗？现在王宏威要告诉你，才不是呢。曾经柯建铭就已经讲过了，对中央政府总预算有意见的时候呢，处理的方式就包含了退回总预算、修正、说明、通过或择其在意。难道只有柯总召可以退回总预算吗？在野党就不可以吗？他意思就是说，所以只能这样，绿能其他就是不能吗？接着王宏威再讲，他要请教的是赖清德总统，你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呢，有没有提案要求政院撤回总预算呢？难道你当了总统之后，立委就不能够提案撤回吗？好，意思就是说，之前你们民进党虽然曾经在野的时候，当时就20几席，也曾经要退回总预算案啊，所以这不是我们开的先例。当然，民进党现在也是讲了哦，那当时你们国民党政府也有抗议嘛，哦，行政部门也有抗议嘛，所以现在哦就变成是这种情况了。好，来看赖世宝怎么讲。赖世宝说呢，现在你执政党哦发动了网军侧翼在攻击在野党，动员各级绿营民代抹黑在野党，请问这算是什么样的民主？陈玉珍讲的是，民进党呢不要再欺骗人民了。行政院呢对于立法院当初决议通过的预算哦，赶快重编送进来就可以开始审了。因为当时呢你们包含了像是要保障原住民的哦，要保障这些农民的，当初都有说出口嘛，说要增加预算，但事实上你编出来的预算呢通通没有在里面哦，所以嘛才会把它退回。好，那对此钟泰呢怎么讲呢？总预算啊遭到退回，行政院只有表示遗憾这2个字啊。那行政院呢也必须要坚定维护宪法跟法定预算的程序。所以呢，钟荣泰讲了，不排除啊可能用复委的方式，就是到各个委员会，然后呢请各个委员会再去检讨一下，看看这个案子啊如何能够编，如果能够怎么做。好，那在总预算案当中呢，也包含了其中一笔很重要的，就是要补贴给台电的1000亿元的补助。目前即将要召开的是这个电价审议小组嘛，9月份的时候，9月底的时候，当时呢，台电可能要提出2个方案。如果中央总预算案的1000亿补助没有到的话呢，有没有可能到时候你我的电费就要涨？因为现在的电价大概是3.4块钱嘛，那按照目前台电的亏损，大概每度电应该要来到3.9块才能够收支平衡，能够打平，那等于差了0.5块嘛。所以如果现在这一笔救急的1000亿元没有办法能够及时救火的话呢，有可能哦，电价有可能要涨13%呐。所以现在电成为之后会讨论的一个话题。所以政府不是告诉大家吗？要节约用电等等。但现在奇怪了政府官员老是告诉大家要节约用电，但最近有人被俩包，就是行政院长卓荣泰的官邸，行政院官邸被人家发现呢，他的电呢居然是要花到150,000元这么多啊！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电呢？太可怕了吧！那这个电呢、是怎么样？是有人在挖比特币吗？是有人在挖矿吗？当时张其凯讲的。
行政院的官邸从6到8月啊，电费高达20000度啊，电费是150000。啊，这是对不对？在刮比特币吗？花纳税人的钱不手软呢。啊，毕竟他们的钱，他们的电啊，是人民的纳税钱要帮忙付的嘛。好，对此周荣泰解释，跟我没关系哦。他呢每周在官邸只有2天的时间，他的家人也没有到官邸去用电，但他要讲官邸还是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在了啊、哦。所以他觉得啦，以这些人不可能用到150000，所以他觉得电他也觉得怪怪的，会请这个电力公司的人员来查这个电表是否是有问题的啊、哦。好，立委罗志祥怎么看呢？他说呢，阁揆官邸的电费暴增，不是在挖比特币啦，是在养北极熊哦，大酸特酸啊。他也问了卓荣泰啊，说你比较怕热还是陈建仁怕热呢？啊，那当时卓荣泰回答两人都一样。哦，那这个罗志祥呢也比说啊，当时的电影啊《X 战警》当中有个冰人呐、啊，你的电费比陈建仁多了50%，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到时候就看台电公司人员查完之后，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真相啊？怎么会行政院的官邸电费要花到150000元这么的多？好，那关于未来的电费啊、有没有可能会涨到13%呢？对此有立委这么的看。政府废核搞绿电，不止全民狂涨电价，国防部等单位明年水电费飙到上亿。立委更爆料，行政院院长官邸6到8月用电竟然飙到20000度，比去年同期增加50%，电费高达150000元，简直跟工业用电有得比，而且全市纳税人买单。6月底7月初，每个礼拜使用2天，我的家人都没有在关电，所以这个用电的异常，我也觉得怪怪的，会请电力单位来做一些检查。你在里面挖比特币吗？官邸不是我一个人在使用。有很多的安全维护人员。过去2年，台电累计亏损4300亿元，更连续3年涨电价，跳幅高达30%。政府新编1000亿预算补贴台电，台电评估如果立院不通过补贴，会亏5823亿，10月电价可能要再涨13%到14%。贴补了5000亿，结果现在还涨电价，真的把人民当作潘娜了，就是威胁情绪勒索嘛，不给钱他就要涨电价啊，涨电价还要给钱，电价拨补也好，或者是电价上涨，都是全体纳税人在买单，等于一只牛被剥了好几层皮。这个是蔡英文的钱吗？赖清德的钱吗？这是卓荣泰的钱吗？讽刺的是，就算已经亏损1000亿，台电明年还要花1300亿元来买绿电。网友狂轰：政府是在恐吓吗？想从我左边口袋拿钱，我不给就从右边口袋抢钱。专家也说，能源转型让原本便宜的电被高成本的电力取代，再不调整，只会让台电亏损持续扩大，是无底洞。能源转型政策是有问题的啊！核电一度电呢是1.09元，那燃气一度电呢是3.1块啊，光电一度电是5块钱，风力发电呢一度电是7块钱，这个差价呢就有1083亿，不改不行啊！专家示警，继续飞核，2025将亏1200亿元，2026更攀升到1300亿，而且电价一涨将带动油价、物价万物齐涨。要是坚守飞核神主牌，只会让人民为错误政策无限买单。这是吴晨真采访报道。现在更有专家呢来评估一下台湾目前的发电的状况是如何，其中在核电的部分是最没有亏钱的，然后现在另外的火力发电呢现在是打平了，唯一最亏钱的就是再生能源，所以他们要政府好好重新定估一下，评估一下台湾的能源发展到底该如何。那现在因为可能会电不够嘛，所以有可能现在电价要来涨，对此立委王宏威就讲，这根本就像是情绪勒索，要把原本就要涨电价的罪名推到立法院头上。立委张锡凯也痛批，这是威胁利诱、强迫取材吗？政府应该要检讨的是能源政策，根本就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把这个其实它本来就要涨的电价，然后把这个罪名推到了立法院的头上。那么事实上呢，其实拨补预算其实本来就还要经过时间来审查，即便是没有去退回总预算，那么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今年年底之前就能够决定要不要通过，要不要拨补。那所以台电这样的一个对外放话，根本就是一个情绪勒索，而且呢，根本就是为自己涨电价找理由。因为这个电价，他们本来是错误的能源政策，造成它的电价成本的大幅上升。那其实最后不管是涨电价也好，或者是拨补也好，其实都是在剥纳税人的皮，也就是全部都是由纳税人在买单。今天我们非常生气哦，现在政府好像除了拨补跟涨电价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方法
波普是拿了我们人民的纳税钱，涨电价当然就是苦的，也是我们人民。他把最便宜的用电，把核电停掉了。第二，他去买再生能源，特别是太阳光电的时候买太贵。当然，台电就从金鸡母掉成是败家子嘛。那你应该去讨论这个啊，你核能要不要继续用或者恢复，这是一个。就他现在不是，他不去解决这个核电的这个问题，跟太阳光电跟再生能源买太贵的问题，他拼命拿我们人民的纳税钱，一个用波普，一个用涨价。问题是这样补也不够啊，现在放出来消息是说，你再给我波普1000亿，没有的话我10月1号准备要涨电价，而且这个幅度比起他原来放话的还多哦，这是情绪勒索吗？立法院一定要通过你这1000亿的这个拨补吗？这是什么？甚至是已经什么威胁利诱，然后叫我们必须要通过你这个预算吗？对，强迫取材是不是？这个政府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？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。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